我大名叫喷火僵尸，小名叫葫芦娃，我的独门绝技是会喷火。你这不是睁眼睛说废话吗？我是豆豆姐，喷火僵尸不仅能够烧植物，还能吐火烧僵尸，那它的小火苗到底有多厉害呢？这次啊，豆姐选出了一些精英僵尸来挑战它，100对100的团战，你们认为有谁能为旗帜大哥报仇呢？废话不多说，咱们测试走起。第一位，玩具车僵尸。秋色，喷火僵尸的火苗是向下的，那会飞的气球僵尸它还能烧到吗？拿来吧你，哇！再来看宝藏雪人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防水防风防豌豆的小金枪，能不能防住喷火僵尸的小火苗呢？能车在和其他僵尸团战时很少有失败的，那你们觉得这一次他能不能干掉喷火僵尸呢？这喷火僵尸的工具实在是太远了，那咱们是一个速度快的赛车手，看看能不能在他没喷火之前先把他给撞掉。可是连巨人都能撞掉，结果却被喷火给灭了。唉，那咱来看看速度快的猴子行不行？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速度这么快的黑橄榄竟然都没好使，难道喷火僵尸无敌了吗？啊，这车轮滑大姐的小伙伴扣个666，不看好他的扣个200。竟然敢欺负轮滑大姐，那就别怪我离大板砖不客气了。包坑大爷有没有狂暴的机会呢？江山代有才人出啊，暴看大爷已经很久没有赢过了。美杜莎可以把其他僵尸变成大石头，那如果让他和喷火僵尸对战，你们看好谁？哇，这个就厉害了，谁也逃不过美杜莎魔性的小眼神。不过有一个细节大家注意到没，因为美杜莎是免疫魔法不能被魅惑的，所以呢这次咱们魅惑的是喷火僵尸，不过魔核能灭火。大家仔细看，没放魔核之前火苗还在，放了魔核之后火苗熄灭了，所以说他和美杜莎战一战注定是失败的。那在打关卡的时候，咱们也就别指望魅惑他去对付其他僵尸了。大家觉得巨人中的扛把子红眼巨人能不能干掉喷火僵尸呢？一个字，绝。众所周知，恶龙小鬼呢，它是免疫火系植物，无论是植物的小火苗还是火焰地砖的小火苗，都对它造不成伤害。那你们认为喷火僵尸能烧掉它吗？觉得会的小伙伴扣个喷火僵尸牛皮，觉得不会的扣个恶龙小鬼666。It's the last round。冰封剑在手，那个双刀就看走。行家功夫一出手，他就知道有没有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搞错了，再来。能秒杀红眼巨人，却败在了恶龙小鬼的手里，你敢信？这就叫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。那看了本期测试，大家觉得喷火僵尸在僵尸圈里处于什么段位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也欢迎大家来个长按点赞，强烈推荐。那我们下期见。